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确实啊投入的力量是很大的。最突出的呢，也就是我们天津的公安部门投入了将近近万名干警参加这次协拍工作。另外，我们的街道、商店、工厂，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特别值得说的就是我们的公交路线，近百条公交路线，还有近千名的公交人员，来上街来维持交通。